今天让你们看看我的家庭地位。当我打磨老虎时，一坨凶猛老虎；当母老虎打我时，一坨凶猛老虎；当母老虎打自己时，一坨凶猛老虎；到最后，当我打自己时，一坨还是凶猛老虎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母老虎的错。哎呦我的妈！快！雨桐，大哥出事了，在家听话听着。雨桐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别笑。别不开心了，今天我给你准备了惊喜哦。来，一坨吃吧。大郎，该吃药了。来，小头头，我喂你吃。啊，张嘴，快一点啦！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啊，一坨。啊。别了别了，大哥给你吃啊！我爸没毒没毒没毒，来来来，来，大哥喂你，快点吃快点吃！哎呀，别别别！哎呦我的妈！